但是，由于炮火对来犯者已经无法发挥作用，这时雷石却具有极大的杀伤力。 金山岭长城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与军事思想完美融合的结晶，它有过辉煌光彩和容貌，有着沧桑的身世，还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谜。我们应该如何善待它？怎样拨开笼罩在它身上的迷雾呢？